全球观众朋友您好，在慈济有一群辅具志工，为了帮助更多的苦难人，他们舍身投入轻送辅具，就这样走过了一村又一村，爬过了一阶又一阶，用自身的力量化为行动，只为了完成心中的那份使命。接下来就一起收看今天的节目。我爱忏悔啦，我其实爱足忏悔，因为吼，短短三个月来啊，从我四十几年的机车，甲三十几年的开店，全做一届甲结束，嘛是爱甲阮师姐吼，足歹势，我拢无甲伊歹势啦，回失礼，所以我即马再度甲伊回失。因为我就是因咧伫做，感觉讲有一挂艰苦人吼，真经足需要，啊，所以愈聊愈深啦吼。啊，咱现在拢讲，家人拢是山啦，啊，人大讲，你敢敢做吗？一个人，你敢做？讲试看卖啊咧，所以一个人做到尾，变二十几位的孙兄出来啦。风景真水啦，无心情好看。因家人哦，若像在咧做这吼，啊，拢会讲。阮即摆送送这一楼尔啦，一楼尔。结果我想一楼尔，我一开始做我就甲送去。哇！啊一楼那够顶头啊楼梯啊夹，我讲哦一楼我知影啦吼。啊，蛋糕壳。这叫做一楼。爱搬山过岭的一楼。啊，反正拢过了十坎啦，啊，甚至过了百坎啦。作感恩上人有这个资质，啊，有这个都接着这个福气，啊，愈做愈欢喜啦。感恩吼，林师姐啦，代替你甲你的师姐讲感恩哦，吼，真正真感恩。谢谢。嗯。上人你讲啊，慈悲喜舍，啊，人啊拢歪下，永远钱嘛，永远拢赚袂完啦。大家拢写袂出来，艰苦人嘛，永远拢袂遐，所以我将我的翁给写出去啦。我囝常常你讲，啊爸爸吼，拢常常拢无伫厝的啦。我讲啊，爸爸拢伫厝的吼，可能爱咱两个，啊两个就敢小爱，啊爸爸出去外口就比爱较济人，就变大爱啦。身为做人较有意义啦，有价值啦。嗯，啊会晓做有意义的代志，才是重要的。你是我的理念。谢谢上人，你真有智慧，先来做啊来。今仔日要讲的故事是啥物咧？一间细细间仔的办公室，有一个汗臭袂歹的人，皮肤乌金，善良古意，骨力古灵魂。无论是轮椅、牙刷辅助器，这个动弹弹的辅助器具，对于奶臭有来的囡仔头。随个压起来，两个手就下去发一下车，即时送个成千人的出入去，搁个安装个好势好势，帮助弱势家庭。这是一篇真实的故事，是伫阮家大家会搬出的故事。主角毋是别人，伊就是我的阿爸，是这篇故事上勇上缘投的男主角。我一个心中的观众，在男主角的身躯顶嘛学到慈悲为怀。您讲这篇故事是不是真特别、真感动人呢？这个男主角啊，搁落去是不是搁有男主角会来接这个男主角？会。本来爸爸伊讲要做辅具嘛，啊，我甲妈妈其实拢无希望伊去做辅具安尼，因为
伊做其他项拢做好好，阁会使趁钱安尼。我甲妈妈是安尼想，不过最后是看到爸爸安尼，逐工拢安尼出去帮助别人，用伊的爱心去予别人安尼，我甲妈妈最后拢是感觉足好诶。几岁？我11岁。哇，真厉害！很有智慧，很有知识。对，你也认同爸爸做的对哈？嗯。好，你现在哈、哦、读书要认真，长大要跟着爸爸一起，可以哈？会使。真勇敢的哈、哦，有智慧。好。真侪人拢有听到哦，好、哦，我真相信你，未来迄个男主角会比现在这个男主角搁较好。多谢主公，后摆事业呐做真大，会带真侪人，啊，遐个人有时阵要做好代志，你嘛拢爱甲带出去，安尼，你敢知影？知。你将来学业啊，真成就，事业啊做真好，啊，成业呢，就是恁爸爸这一份的爱心，你嘛爱给传好好，哈、哦，台语讲真好呢。感恩事说不完呐、啊，听到了。这个故事开始安怎来导流？对这个时候家人呐，咱安怎去照顾？夫妻安怎修媳妇啦？还要呢整理好，好像新的，还要呢送到最需要人的家庭去。家人拢是爱爬山顶的，曾经呐、啊。摊平的时候，古早一年师傅爱出来两次，而且家人呐、啊，去到迄个面顶去哩，挨家挨户，真的总是师傅行过。所以恁伫咧讲吼，把夫妻搬到需要的家庭，我的印象中呐、啊，总是呢就是这样的印象，一定爱搬。一定爱夹，那对迄个巷仔路伫咧弄，真呢，虽然也无看到影像，我的记忆啦，脑海中呢，这样的境界就浮上来了，所以吼、哦，真的很感恩呐、啊。所以恁看到师傅，听到师傅讲话，都通通说呐，相信，信，发愿。身体力行，这种信愿行，相信舒服啦，大家人共同发愿啦，而且呢，团队对主啦，核心啦，身体力行，这实在是吼，真感恩呐。说啊，看我那师傅要跟你说些。主要针对。纹理这个坐垫，还有坐垫送的范围，其实我们遇到很多，其实是我们自己师兄师姐法亲后续的访视，其实相当重要。所以我一直想把辅具社区化这样子。那因为我们送辅具的当中，其实遇到很多家属是面临家里有病人，蛮无助的。病人其实身体病痛啊，有时候情绪也不好，然后甚至想不开也是有。那我们希望透过我们跟他介绍大爱台跟慈济月刊，里面有很多慈善、医疗、教育、人品典范。我们希望几句话也好，可以对他们有注意。来，我给你按过啊哈，来，往后然后就可以拔起来。真感动啦！夫妻看这物件呢，咱也安尼真用心。其实，伫几啊个月前啦，开始看到大爱播出来，总是呢看到了
山上搬下来，又从平地又要搬上去，哦，一种去回收啊，整理好、修理好，搁会恢复，亲像新的同款。哪里有需要，我们还要汇进来很大的力量，安尼呢，再运到了所需要人的家庭，真正是。真感动人，尤其是巷仔路真歹弯弯，那真下个厝内底真歹登道，你们都做到了，有心就不怕辛苦，所以呢是转辛苦为幸福哈，这是真正慈济人啊，爱的能量啊，所持不尽哈，啊真正。是真感恩呐，在台湾真的是很可贵。其实吼，一直想要听大家人来分享，虽然拄只几位来分享啦，但是呢，那就是千万分之一啦。实在是吼，一直期待咱的记忆啦，回忆起来吼。那一旦把我们慈济的大藏经啊，由每一位菩萨呢分享，把它记录起来，这就是慈济的大史记哈，大书记啦，是真正的历史。现在分享，大家互相见证，这都是真实。真实的书籍不是如是我闻呐、啊，过了几十年后呢，才杜撰来写哈。我们最好是现在，我们大家分享了彼此呢，把它笔记起来，那来汇聚起来这一部呢，《慈济大藏经》，人间菩萨呀。真实的菩萨，哈！弟子就提供自家工厂的二楼，然后来堆放辅具、清洗辅具。每一次要出辅具之前，都是会把它整理得很干净，也消毒好，才会送到岸家。那我们在辅具。运送的过程中呢，我们也会看见岸家的各种不同的需要。在有一次送辅具到一个公寓的三楼哈，啊，因为这个岸家他非常魁梧，他190几公分，因阿母啊嘛按伊无法嘞，啊伊就唔使用哭，啊咱师兄上到位的时看到安呢，哇，啊就唔甘。把他旧的床拆拆的，然后扫扫的，哦，扫很多回才扫清洁。那邱师兄回到家以后啊，他身躯就闻到那个案主的味道，啊，那味很重的哦，啊，他说他洗三次都还有同样品的到那个味，啊，我就说，呵，这就是菩萨的味啦。清安师兄，你拄仔咧讲送福去吼，其实我听做送福去啊。您真正是送福去啦，送福去给需要的人呐、啊，真的太好了。正经世间吼，有人安尼讲讲啊做吼，做甲很感动。我一出来啊，哎，哇，安尼有较舒服啊。啊，这要甲你削一个枕头无？唔免吼，好啦，啊你手换咧，啊这袂一直流落，哦。加油，加油！抓来吼，甲你上车。是啊，吼，啊这个会当甲揪出来，啊甲看咧。萨满真的很用心关怀这地方社区的这长照工作，都很投入啦。做得很好哦，而且呢，辅具小组啦，那
这一群慈诚菩萨，我真的很感动。我那一路啦，往北行，总是听到、看到佛迹啦，这种去回溯，在远远的，还有呢，在山上的有人通知需要慈济，但这里回溯回来，我们都上山去搬运啦。整个社区都是啊，那一站过一站，就是呢，哎，上阶梯啦，一穿一立，都是呢，就是三层，他们爬着阶梯上去，还要扛着呢重重的武器下来。这里城啊等等，都可以做回收的，都把它回收回来。还有需要的呢，在高的地方还要把这样修理好啊，而且呢洗刷如新的，啊呢又是呢从辅具的仓库里又要把它搬到了需要的家庭，也是要爬了一阶一阶上去啊。慈济人啊，造福人间啊，慈诚菩萨总是呢付出无所求啦。每一次我知道了，我看到他们就说感恩哦，他们都会说我是爱感恩师父呢，因为呢师父给我们的机会啊。我常常都说要把握时间，今天的过去都算是历史了，时间呢从短到长，凡事过去呢是历史，只是一念之间，一个因缘的成就才会有这样。所以我们呢要好好的把握因缘呐。辅具是一个比较粗重的工作，那就是因为病人的苦我们能体会到，所以我们就不惜这个代价，我们就一定要把它送达病人的手上。不管是一楼到五楼，有电梯没电梯，我们都想办法把它送上去。在有一次我们送到之后，那时候是下午三点多，那我就随口就问说：“哎、欸，阿姨，你中午有没有吃？”伊甲我讲无食啦，啊，我就回报他女儿说：“哎、欸，你妈妈说没有吃哦。”结果女儿也跟告诉我们说：“你可以帮我泡个牛奶给她喝吗？”啊，当这个时候，我们三个大男人也不知道怎么泡，就大概问一下说：“牛奶要几口？麦片要几口？”哎，一个师兄甲扶起来，啊，一个师兄来甲吃。啊，我相信讲。咱每一个组织的人，若看到这个情形，咱拢会做同款的代志，这是咱的使命。恁这铁汉柔情啦，也会泡芙凉也甲吃，真不简单。都叫听到了，咱心地菩萨，他不只是呢，同款安尼修，同款安尼说，同款呢爱安尼送，还要呢安顿。亲像那一位阿嬷，查某囝可能就是爱伫外口工作，听到有师兄啦、慈济人啦、到他家，他用电话中啦，也要呢指挥型的。阮家爱拼哦，啊，阮的眠床啦，床好哈，啊，请你搬家囥好好哦。妈妈爱安怎样，该安顿好舒服的。还要呢，来泡芙凉哦，还要改起芙凉啦，这种吼、哦、都是呢，替寒柔情，初的半冬安尼呢，更起更落，
以为呢还要泡牛奶，还要搁个饲牛奶，实在吼、哦、真感动人啦、啊！这是真正名副其实菩萨的情吼、哦，叫做感有情。卡苏那孤老无依啦，啊，这实在是有的家庭不只是孤老，还有残疾。一起带，这吼、哦，咱一照顾拢爱两三代啦，同齐照顾，这那是真难能可贵啦。但是赶快安尼做到，愿意付出，克服真多呢。咱不曾经有过的工作，只要呢众生需要，咱会当安尼很柔软的。那出息啦，我们都做到了，这种是造福国地会啦，菩萨这种是在人前，因为现在主持到佛陀的时代，佛陀一大师因缘来人间，为着什么呢？教菩萨法，都这所在咧讲的这些都是菩萨法，所以、哦、不分男女啦，有的女人会当男人用，男人呢有的时候要当女人用，所以呢刚柔都有，柔刚也都可以做得到，感动啦、啊、看到从北就是家人一路啦往中往南都有安尼，伫咧做辅助为首，安尼看看细，看看清，看看修理，到个各有需要的人，咱还要送到家，这吼是互人足感动的啦，总是拢爱步步爱爬加起来。同款因呐，夫妻回收从山顶搬落来，回收好啦，整理好，洗好，等等，亲像恢复新的同款。哪里又有需要，还是呢？哪里呢？我们要搬到位。我一直都很感恩呐、啊，每一次可以。发现到了许许多多可以学、学不完的，真感恩呐！正如同爱的能量会循环，这些辅具在慈济志工用心的整理与修缮之下，未来仍然会继续他们的价值。就像慈济的精神，秉持那一份无私的大爱。不论在哪一个地方有需要，即使再远再艰难，志工都会到来。感谢您今天的收看，正言上人那旅足迹，我们下周见。